11月28日上午，古天乐在其本人微博发布了一条长微博，长微博中解释了自己出席某品牌旗舰店开幕活动时佩戴墨镜的原因，并对股民们对自己的关心表示了感谢。古天乐称，自己在拍摄电影的动作戏时，不慎被兵器伤及眼球，导致需要打针和缝针。在微博的最后，古天乐还幽默地调侃自己，刚知道眼球也可以打针和缝针，真是又增长了知识。尽管收到了古仔的感谢，粉丝仍表示心疼，拆线后一定要好好的，不要影响视力啊，注意休息，少用眼，特别是少看电子设备，减少光照，祝早日康复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